哎，你是在讲什么？你现在是也为什么？会哦，我还要放背景哦。好的，因为我这样是不是很肥？我必须走在前面。我都快笑死了。好了，你要拍要笑，讲一下哦。3、2、1。好，第二张挺起来，要不要等到？好，挺起来。3、2、1。他手一直在抖哎。先给他们检查一下好了，因为你今天的刘海特别好看，有这样耶。为什么你没办法弄出像你女儿那种刘海？她的刘海为什么那么美？这边等一下从这里，很顺。啊，好漂亮哦！哎，好美哦！好美哦，瘦了。用正常相机好不好？因为这相机真的有点怪。你这个刘海怎么弄的？他还想把它弄扁。不会，很好看。对呀，我就说很好看。好，我们这要正式来了。你往后一点就不会看起来很大。3、2、1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然后老公也在录影，他连那个血。哦，这样看起来好瘦。他可以吗？你身体 OK 吗？你可以再一张，你手要把它这样子。好。对，因为毛衣的都会这样。我这个皱褶刚好是老化，我做这个皱褶。哎，你好，谢谢哦。Sorry 哈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。3、2、1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谢谢。换他爸爸嘛，好。啊，因为等下爸爸来，我们站后面，这样就刚好啊。好，那叫爸爸。去。